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，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。来组监狱啊！来组书库，我觉得会更好。我觉得来组监狱吧，真的，真事儿，来组监狱吧。你来，猴哥，你来，我就不信这能选到你。好。我吃掉这个糊糊。军武空点儿 Z。哎呀，我差一下，追不了。差一下，差一下。做什么，王少？啥？七点我没事啊。不是，我七点解说的。一会儿那个解说要去解说。啊、他们跟我说大哥七点钟解说，我说呢。对。三杠五获得一个卷子。好给啊！王少玩完吗？玩过。玩了一把。杰德亚特。你玩的咋样，王少？瓦罗兰特。玩的淌口水。OK。哎，那可以九虚空吗？不可以。啊、还不错。这书库可以吗、哦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像可以吧。不给装，啊、谁出虚空啊？我虚空啊。我也虚空，我操！我有大、啊、大虫子加都虚空那个挖掘机。我也是。我大爷加挖掘 机，我挖掘机是大虫子挖掘机。叫马尔扎哈，吹起来了，又开始。我家卡莎，没有。我家大龙我都有了。牛的牛的，玩不过你们。我的乖，我真虚空了。你得乖不了一点，你得乖。你们虚空吗？我真虚空了。我都不想选一，我想选二了。我操，我冲了，你们爱咋咋吧，我跟你们冲到底。那就冲吧，冲吧。我虚空意志，我不冲，我等着死啊。直接滚了呀！卡莎是什么装备来的，大哥？科技枪、羊刀加法爆是吗？啊，卡莎科技枪、法爆，剩下一个随便给。我冲了，来吧！跟你们今天就跟你们干。都不带变装备的，直接来！你们要真的跟我冲，我就冲了。我虚空啊，我纯虚空，稳定进化。行，来吧。好，虚空冲刺，我已经三虚空了，我四虚空，怎么说？来一首堡垒天使，有说法？嗯。你们说不要科技枪，要大天使，真不虚啊，虚啥啊，不虚，虚空也是玩具。不是牌很少，赢了我就卖了身。哎呦你呀、啊、我是真不想玩，太累玩了，卖了吃力，输了我就行，就换别的也行。有玩、啊、虚空的，全部玩。一家巨神风有章吗？两家虚空，巨神风好像有章。四家虚空，巨神风也四家虚空，玩个毛虚空？有这么多虚空吗？
第一名虚空，第二名虚空，第三名虚空。哦，有一家卖了。你们拿潘多拉装备的就别来沾边了吧，三家了，我就不拿了，我直接虚空稳定进化，你也冲。你这是何必呢，王少？嗯。可以。对吧？我是真愣头青的那种，嗯、没必要。不行，得把堡垒天使冲不了。不行，中期转艾克，可转，嗯，转了吧。好、哦，赢了，这玩意打工挺舒服。跟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。他妈大天使法爆加科技枪。哎呀，王少，拿个这个英雄啊，我玩虚空的呀。就硬来呗，你就非得硬来，你干嘛嘛？干嘛嘛？你缺钱你说嘛？你看我这多，这是干嘛嘛？你看我质量啊，必须虚空啊，是吧？这是何必？不过小小鸟确实是虚空了。我也记到大天使核心装啊，那我没有我咋办？四五十呗，吃不到啊，四五十也太伤了。可是我那边拿到的是假，哪有？嗯，苟住，苟住虚空就来了。啊、哎，我在吃啊。一张不买，就等虚空。21块钱怎么办啊？哇，随手批出这质量，我去，这感觉打不过呀！我打不过你，你装备太多了。我就俩装备，你一个。那我就要你也断连了，王少。行，那只能断一手了，那没办法，因为我也断了。我真打不过。你也断了吗 ？OK。再把艾克肯定是没中。哎呦，好，接，我马上教你卸。接。哎，我操，大树没卖掉。这回合他给我来个拉克斯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想断啊，遇到轰轰了。不转不转，真不转，又让我转，又让我转，是吧？转不了一点，这一丝乌鸦没有，操！我的乖乖，我真不转，怕啥？我的乖，我的乖，两张卡莎，这存在骗我，没玩过法师啊，不会玩法，真不会玩法师。
我他妈直接上大头，纯骗子法师来的。我又不是傻子，不可能玩法师。法师怎么玩？我不会。我的乖，两张卡杀说是无敌了。六三四五六，谁两张卡杀呀？刷卡卡杀。你现在这样说卡莎，一会儿你一张来不了，我跟你说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法师吗？真法师吗？但我装备给的不是给拉克斯装备。法师得怎么转？我看一下，法师配啥？英字六连败。搞把试试好吧，信你们一手，信你们一手，搞一把。他不要羊刀啊！法师怎么玩？没玩过。嗯。二什么呀？我艾克百爆，你让我二？四法，对不对？好事成双有用吗？一二三。对吧，这样对了，稳定的吧，稳定吧，稳定吧，我说感觉降智了呀。不不不不，没玩过法师，真没玩过法师。那他给了那就没四法了。我这盐也给乌鸦是吧？妈的，那个壁虎那里 A A A 吗？要法师，要术士，说虚空不要。说哎，我卡莎来了，术士来了，你卡莎来了啊？你没用，大哥卖了吧？这都是些啥呀？我留着。闪电九九牛啊！怎么了？你不冲虚空了 ？OK OK OK， 好兄弟。不冲了，我转了，我转了。我吃烂了，我吃烂了。这是不是也不要这个？先留着，这个要不要？这个不要。这不以前了，取不下来了。给我整懵了，我去，没玩过。吸，滋，滋，我没血了，得锁血了。滋，下波得锁血。八连败，没赢过。选啥呀？大哥玩的皮吗？没事啊，边逛边拿，边逛边拿呀，压飞地哦，拿大剑，好，我拿这个房子没事吧？大剑没了，盖伦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好，被拿了，被拿宝，被拿了，情侣被拿了，情侣皇子，我还要个情侣皇子，宝石不要吗？我主席装备都没有了。我踢我踢我马上踢。来了。来了也没用啊。还有个提莫。我踢我踢我马上踢。
第三组不要是吧？还有个提莫。艾克怎么这么少？马特也没有，奶妈也没有。我老婆没。咋又不给了？刚刚说给的初恋，他让我给的。感谢艾克西的阳光大飞机，感谢艾克西。没有三德玛，他死不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他是我这里最捞的卡，所以我这蛋不想上去。嗯。装备给大爷吗？那个是不是主 C 吗？要一张冰女啊。那我待会儿再给大爷拿一波装备行吗？问题不大，一人一套。吸吸吸吸吸吸吸，我吸不动。为啥每次飞机看不见？没有，我谢宁斯巴的阳光飞机，这卡斯兰大眼突出，不老早的之前的飞机儿。补一个吧，飞机。等个提莫。没提莫，咱升级。标一张冰女。哎我操，怎么圣杯变了呢？妈了个巴子的，等错了。哎呦，哦，是三德玛换下来的装备，哦，是皇子掉下来的装备。嗯，但是我有这个，我可以开八法。不过西忘记把那个换过来了，完了。问题不算太大，一个圣杯而已。我的乖，我的乖，我的乖乖，我的乖。先这样上怎么办？一会儿拿个拉克斯把它卖了，换一下。因为多了一个装备，那会儿来皇子的话，拉克斯卖一只，然后换一手。先上巨神风，一会儿再补这个普雷尔托德，是不是？对是不对？咱这开术士法师转给谁呢？法师，法师官，法师转给琴女儿。有融化，法转皇子吗？吃我一半，我爸。我还要一个宝石和一个，我要个宝石，要一个。啊，弹幕不是刚才一片的羊刀吗？听着，我操！我的乖！这个二全是乌鸦的装备，这个三也好香。一吗？一是什么概念啊？皇子来了，换谁？皇子，首先开个法转，法师是谁？拉克斯是法师，上牌呀。法师换了个二有什么用呢？换发条，给个法师转，可以吧？一张牌也不上，咱先这样上。哎，发条卖了。八条应该不卖，等一手。书现在就开吗？不是，你别说你看不下去了。他妈，当时加一有没有你？有没有一群人在那里说刷2222？书下一把再开。我不能让你账户发弹幕。待会儿变了，待会儿变了。我的乖，六法，差个发条，一个宝石，
没有。咱这也没肉装。你看看这上面有多少。哦呦，这个厄斐琉斯。宝石来了，下数字上八法好吧。我也没八级，我咋上八法呀？我杀不过来，你看这上面，你骂着你们只能骂他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没八级，质量太差了。妈的，整活断炉，整活断炉。整活吗？拿了个整活断炉，所有装备全没了。这拿啥呀？这我要不叫整活断炉呢？鸡毛，然后全是冲我，拿个肉，拿个肉装，说哪里有人刷二了？我那翻上去看，全是刷二的。我得先上质量，再上八。我得先上质量，都得低到。整活断炉，我跟你说，你配那个潘多拉啊？没有潘多拉，那你不傻瓜吗？小傻瓜，拿贵的一会儿卖。OK， 质量应该够了。不低了，不低了。这样质量应该够了。宝石来了，宝石换谁？宝石不急，宝石先留着。等等八了，现在就等八。等八下提莫，不对，提莫本来就够少了。别骗傻逼行吗？你自己你要不自己去开一把，八级下，我已经够傻逼了。我他妈脑子本来玩这个就不够用，你还要骗傻子？你他妈良心过意的去吗？你自己说在吃饭的时候你良心过意的去吗？好快的功夫，我给你吧。宝石换岩雀，宝石换岩雀，哇，哥们搁这直播下猛冒汗，我操！一会儿升八，一会儿升八，天胡的一把，我操！全身装备，那没办法了。术士咱留俩，术士留一个提莫，留一个大眼，不对，提莫那也不要了。一会儿留一个岩雀，我看着外面艾克一共不也就六张，情侣留一个大眼。沙皇不要吧，就给他合一个这个吧。先上八法，质量先不低了，差不多了。下地没钱，没机会上八了，两消了这个乌鸦。我觉得输出有点高，就前排顶不住现在。嗯，两星也顶不住。我给你棒的。可以合个鸟盾，可以，那合一个，整个鸟盾。我这腰的这么用啊！打完野怪升八，然后直接上八法，八法我差什么我都有，八条宝石都有。OK， 要司令吗？不要吧，我操！先把八法凑齐再说，我现在八法凑不齐。一会儿提莫卖了，就只有两司令了。他三星也是个废物，你信吗？给冰女。准备升级，准备升级。不行，现在给不上。现在给不上去。完了，多地了一下。现在这冰女上不上去，上宝石，然后上发条换岩雀。艾克这么少吗？艾克不删会死哎。发转先给提莫，大头换提莫。 OK， 来了，发转给海浪来了，海浪来了，海浪来了，先这样上是吧？八法，然后一会儿就低质量了。海浪来了，羊刀女皇原来了，
偷偷给谁？偷偷给五宝石。马上给拉克斯装备，啊不，马上给大眼装备了。不急。OK， 舒服。赶紧升二，赶紧升二，拉克斯，赶紧升二。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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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动画修理放前面。该来了，你该来了，你该来了。我们羊刀没了，我喝啥？你该来了。那个圣，你来了。要不要把大头换了？圣和黄鸡要哪个？自动化修理是放前面的吧？我记得。不要了 ，OK， 那就这样先。哦呦，九虚空好猛啊！哦呦，我他妈没装备了，我他妈干啥都是整活断炉，我操！那肯定的呀。不挺好的吗？整活乱炉。好啥，大哥，人都是晕的，不会呀。哎哎哎，吸不回来了吗？我操，这天使都死了，都没吸回来啊。没有质量啊，咱前面呢。没剩杯子，杯有点少。咱没质量。卡特得拿。是吗？对上你卡莎，你要死。没质量啊，踢不出来，接了。死都是两个，死都是一星是吧？两星卡先换弗雷尔多德呀，没啥太大区别呀。这炮台还放后面吗？自动化修理不应该去挨打的吗？霸龙都整出来了，这不坏了吗？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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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赢了赢了！溜了溜了，大哥，溜了溜了！我操我操我操！完了完了！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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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完了哇！急！减一百，我只能说减一百。我操！来个拉克斯，拉克斯！我的乖！艾欧克艾欧尼亚转，找什么卡莎？那他妈卡莎是老子复制出来的，不是老子有两张卡莎。哎呦我的乖，还说我三星卡莎了，三星卡莎了，漏了一张，这都卖你傻？我的乖了，这质量提升也没用。走吧你，吸。为什么给大眼？怎么了？他不能用吗？他不加攻速的吗？我看15%攻速。装备拆了，好吧，装备拆了。最后一轮了。看来前期还是掉血掉的多呀，不能说是掉血掉这么多。掉血掉太多还是活不了。他一把给咱打5块钱，跟他们打还是得连胜。过不过吧？他一路走来给你打5块钱。这咋拆了不给他上啊？就跟他给兄弟办张卡，兄弟还会嫌他不好吗？就他刚才乱交。完了，王少又减一百，怎么整？完了完了完了，还没吃到分儿。又减一百，怎么整？我觉得这把可能减200，减200。我操！有可能。这装备有点好啊，真有可能，他两只两星卡莎，关键他啥个镜子啊？两个镜子，对，不会吧？随手皮猪，哎，比较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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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对手皮猪如果六组安他打的哎也不一定啊，王少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一个翻盘点，就是倒数第一。嗯，倒数第一还是有点东西的，倒数第一可以啊，存钱追三星五倍，靠这个金币收集一路打钱，一把打八块，我他妈还能差钱？完了，倒数第一投降了，投降了啊！他投降了，为啥呀？不知道啊，废了。一回合能入二十九滴血吗？入那小老血啊！把我干那个去后台进言那些兄弟解开一下。啊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他诅咒冠冕呀、啊，他不投降，他诅咒冠冕。嗯，他直接被入死了。堡垒小炮肯定不行。看这家枪吧，这枪战斗力感觉也不太行啊，有点垃圾。这把乱赢了呀？哎，不一定。哎，我想问这个金币收集者给大头他啊？问一半直接上给大爷，不整黄纸啊？整黄纸多好啊，找老破两星狼也有什么用，他可能递不着也可能。嗯，自爆狼，不他装备挺好，不给他绝对可以干够啊。这三十龙龙太小了，他真 C 不动，女皇才是大哥。哦呦，差一点。狼营开组、啊、打金像差一点，不一定。博哥，我感觉第一名有说法。狼营开组安，他得上个营口才能行。上营口六组安第一名啊，六组安炸不着后排没用啊。光炸前排的没有用，他得靠着螃蟹来了，开始了，加油皇城，加油皇城！我这女皇肯定会顶住，第一下不让他动，我把你先放到。加油皇城，皇城加油皇城，喷一下就喷死，用技能，哇技能没用出来，他输了，我那个收集者，哇，这没办法了，这个团已经打得很好了。我他妈再怎么散也散不开了呀，兄弟！我女皇只要不被炸死就赢了。炸不死就是赢了，赢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赢了！来，老婆过来谢一下十大至尊和我大哥。我刚一回来，完了，猴哥凉薄了，完了，凉薄，完了，凉薄了。十大至尊王少，哼，对，对，完了还有沈阳，我好大哥，不是。我好大哥送来的，你操！我降级了，你别急啊，你别急。哎呀！哎，把。